啊，快跑啊，天使来了。村民们都别跑呀，快来陪我玩。嘿，天使来了哟。哈哈，就决定是你了。天使你放了我吧，我还是个小孩子。哎呀，你这么害怕干嘛？我可是天使，是光明的化身，怎么会伤害你呢？是是是，所以你放过我吧。放了你可以呀，只要你跑得更快，我就放了你。谢谢你，天使大人。快跑吧！想跑？命中了。天使，你怎么？你说还不算数？你不是说放我走吗？没错呀，我放你跑了呀。可是你自己跑不快呀，这就不怪我呢。你恶毒。我恶毒？我可是天使，怎么会恶毒呢？恶毒的是那些恶魔才对。你个个人屁天使，天天欺负我们，虐待我们，还天使？呸！你们连恶魔都不如。哎呀，你既然敢这么跟我说话，那就别怪我打死你了。救命啊！住手！恶魔。天使，你光天化日之下，竟然敢当众欺负村民？恶魔，关你什么事？赶紧给我滚，我就放你一马。天使，你作恶多端，枉费村民把你当作光明的化身，你居然这么欺负他们，你对得起他们吗？切，我怎么对不起他们？作为他们光明的化身，我欺负他们怎么呢？哎，村民你们真可怜。天使，我今天就要消灭你，为天下苍生谋点福，受死吧。我才不会怕你，放马过来吧。恶魔法术啊，怎么我怎么中不了呢？这可是我专门为你们恶魔研制的法术，受死吧。啊，不，恶魔万岁。